申慧法师有个问题，他说出家人圆寂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披袈裟？那么有人讲呢，袈裟代表佛啊，其实出家人呢还是凡夫啊，因此命中啊不可以披袈裟。那么还有一个说法是，出家人受过三坛大戒，这个袈裟了，搭了一辈子，啊，临命终时就不能搭，似乎没道理。那么，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出家人圆寂可不可以盖陀罗尼被？这些问题，都是属于礼仪上的问题。我想，你去查这个。《百丈清规》里面一定有，啊，《百丈清规》里面有，你去看看这个。那么《禅门日诵》里面可能也有，啊，都可以做一个参考。那么这是世俗的执见，啊，世俗的执见，啊，我们在讲经当中常常提到，这是四相，这是形式，啊，四相形式无关紧要，啊，最重要的还是实质，啊，这个才是最重要。清凉大师在华严里面跟我们讲，入法界，这个入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正果啊，正道啊，入就是正如。入呢有两种，一种是深入，一种是心入啊，但是深入啊一定是心入，啊，也就是心入之后啊，身才能入，啊，没有说是身入而心不入，没这个道理，啊，如果说是身入了，这个心不相应呢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啊，真的是心入，啊，那么入有三个条件：正信、正解、正行。这三个里面关键的一条就是正解，八正道里面的正见，六合敬里面的见合同解，可见的佛出世也就为这么一桩事情啊，《法华经》上讲得很清楚啊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，为什么？为的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。啊，佛的之见我们要清楚，不是我们心外有佛。如果把佛跟我们分成对立的，这是错误，这个见解就错误，你永远不能够起入，必须要知道佛跟自己是一体，是不二的，所以经里面常讲二而不二，不二而二，这个意思很深的，迷的时候好像是二，似乎是二，悟的时候才知道是不二，其实迷的时候也是不二啊，是我们自己误会了，在这边产生了错误的执见，以为是二，实际上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不二啊。
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体性不二，现象千差万别。我们从千差万别形象上来讲，不一嘛。可是细细去观察呢，千差万别的这个相，全是自信，那就不易，就没有两样啊。悟如了的正受，正受就是在一切法里面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这个时候享受是正常的。在富贵生活里面，没有乐的时候；在贫贱生活里面，没有苦的时候。反复在这个境界里头，心为境转呢，有苦有乐。悟入的人呢，这个境随心转，所以他就没有苦也没有乐了。这个叫自在。在作用上讲随缘。所以这个关键呢，在正知。正知正见，正知正见是我们自信里面的本能。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德行，不是外面来的，也不是修学的来的，是你自己本来就具足的。佛给我们讲，烦恼本来没有，苦乐忧喜舍本来没有，迷了以后才产生这些现象，悟了之后这些现象都没有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关键佛法的关键就在一念之间，一念觉你就是佛菩萨，一念迷你就是凡夫。一念迷讲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，变成十法界，岂不是境随心转吗？一念觉呢，十法界六道轮回啊，又变成一真法界。真正证实了，佛在经上讲啊，境随心转了，相随心转了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要学着转境界。楞严经上说得很好，若能转境啊，则通如来。华严分量多，说得详细。这个也是千载难逢的稀有因缘。我们遇到这个因缘不容易啊，要珍惜这个缘分呢。知道这个缘分得来不容易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
啊，有缘闻这部经，绝不是偶然的事情。啊，尤其是在这个时代，啊，这个时代，佛在楞严会上说过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。啊，过去夏莲居老居士在往生之前说过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魔王势力达到登峰造极的时代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时代的众生听魔不听佛的话，所以众生要遭大难了。古今中外的预言都说2000年前后有大灾难，这个说法决定不是空穴来风啊！这个理太深了，我们凡夫没有智慧，不能够觉察了。听人家这么说，就半信半疑。可是灾难到了临头，后悔莫及了。啊，如果我们能够有几分信心，那就知道啊，要把握现前大好的时光。有一天，真正干一天，真修啊。这个真修里面最上乘的功夫是转境界，啊，下的这个下等的是从四上修啊，这枝枝叶叶上啊，这个上等的是从心上修啊，宗门里面常说啊，从根本修，啊，根本是什么呢？根本是观念。啊，观念是心呐。啊，确实，二六十种时时刻刻，就像禅宗教学一样，提起关照。啊，观是用智慧观察，啊，立心一时叫观了，不立心一时叫看了，啊，看见是看见的相啊，未必能见到真相，啊，你所见的是妄相。佛在经上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见的是妄相，你没见到真相啊。如果立心一时，就是立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叫观。啊，观才能够得真相，真相是照见五蕴皆空。诸位要晓得，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四种魔，四种魔里头的根本是五蕴魔。你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那真正降魔，魔对你无可奈何了。
啊，什么样的手法都失效了，都失灵了，都不起作用了。你没入这个境界，起作用了。它能叫你生烦恼，它能破坏你的善事，啊，它能够助长你的恶缘，拖你下水呀，啊，把你送到三恶道去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正见重要啊！正心是从正见里面生的啊。如果没有正见，没有正见，正心就非常困难。那起初虽然这个信心纯正，但是受魔的干扰啊，信心就退失了。信心就变质了，可见的正心呢，一定要建立在正见的基础上，然后才有正心啊。果然是正知正见，一切行都是正心啊。我们在华严五十三参里面得到证明了，那个正行正的标准在哪里呢？一切行里面，心里头决定不污染，这个行就是正行。所以不是在思想上，思想上我们凡夫看不出来，有智慧的人，有定功的人看得出来，凡夫看不出来啊，凡夫只看那个迹象啊。昨天晚上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菩萨利他德里头讲了一个慧眼，讲了一个智眼。我们凡夫没有慧眼也没有智眼，常常啊把事情看错了，所谓是认假不认真的。把正的看成邪的，把邪的看成正的，都是因为没有真实的智慧啊。没有真实智慧，也就是没有清净心啊，没有平等心啊。真实智慧是从清净平等里面生的啊，觉就是慧嘛，清净平等觉。这三桩事情是有次第的啊，我们要先修清净心啊，先第一步不被外面境界所污染啊，眼不被色污染，耳不被身污染，六根不被六尘境界污染的清净啊。这是初步功夫啊。再进一步呢，平等心现前了啊。平等是对于一切万事万物不再分别执着了啊，慧就起来了，自信觉就现前。
佛这样教导我们，我们自己要细心体会，认真努力去学习。这个世间魔多，但是你要晓得佛也不少啊。特别是在大乘经上我们能体会到的，越是众生有苦难，佛菩萨对于这个地区的众生格外的慈悲啊。他怎么不来了？当然来。所以佛菩萨也在我们周边呢。佛菩萨确实不少啊，我们要有慧眼呢来辨别。啊，其实跟诸位讲真的，哪里有佛有魔？佛跟魔都没有啊。你一念觉，所有的境缘都是佛境界；一念邪，所有的境界都是魔境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跟魔从哪里来的？是自己念头上变现出来的。还是佛的一句老话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们想想对不对？我们如果心果然是纯正，魔在面前也变成佛了。如果一念心邪，阿弥陀佛在面前也变成魔了。所以禅宗里面说，说得彻底，说得究竟啊，无佛也无魔啊。啊，魔来一斩，佛来一斩。啊，这个斩尽杀绝。这意思是什么呢？不是真的叫你开杀戒，你要晓得这个道理啊。这个叫不动心呢，不起念呢。果然心地到清净，那就是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哪里有分别执着呢？没有分别执着，哪里有什么佛跟魔呢？啊，如果你要问个佛跟魔，问六祖大师，六祖大师一定会这样说，啊，佛魔是二法，佛法是不二法。就跟那个印宗问呢禅定解脱一样吗？六祖不是这么回答的吗？禅定解脱是二法，佛法是不二法，叫你从这里去悟入啊。啊，那什么是佛法呢？清净心是佛法了，平等觉是佛法了。啊，一切境缘你接触到了，见到听到了，如如不动。啊，清清楚楚，清清楚楚慧具足啊，如如不动是定具足啊。啊，哪个境界里头不是修定修慧呢？定慧等学，定慧等运呢？运是运用啊。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的，定慧是一，也不是二。啊，二就错了。啊，慧里头没有定，狂慧，造业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。定里面没有慧，痴定的。
所以佛所讲的定，定里头有慧；佛所讲的慧，慧里头有定。自性本定，我们要学这个。我们要修的也是这个。机缘难得，我们把握着机缘。毕竟我们是凡夫，如地藏菩萨本愿经上讲的，性时不定啊，很容易被境界风动，道心退失，很容易又迷在境界里面，所以护法就非常重要了。护法里的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护自己的法了，别人护持帮忙有限呢，要自己护自己，你才能成就。自己护自己，最重要的就是依教奉行。这个经里面常讲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真护法了。受持就是依教奉行的，读诵就是亲近佛菩萨，一天都不离开啊。演说就是做样子，表演给大家说明，这是自行化他。受持读诵是自度，为人演说是利他了。我学佛一生，感谢老师指教，40多年来没有违背老师的教训，每一天读经，每一天念佛，几十年当中，打妄想想道场没想到这个道场在新加坡会成就，怎么想都想不到啊！希望这个道场讲经不中断，念佛不中断。我们心里面想，这是祈请的，这是感的，佛菩萨有应，感应道交，道场现前。众生有福啊！道场现前，佛菩萨现前啊！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同心同力护持这个道场。护持，我们讲经说法，绝不让它中断。我没有必要，绝不离开新加坡，不离开道场。我们护持道场。把一个道场做好啊，做一个好样子。
那我们才对得起诸佛菩萨。啊，这个几十年的这个感恩呢，谢感恩呢，佛今天应了，缘成熟了。这个感应得来不容易啊。希望我们珍惜这样殊胜难得的机缘。好，时间到了。